Hello， 同学们，今天我们约了一个货主过来这边看货，然后看货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还是想要玩一下这个东西，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的话还是特别感兴趣，可能就是我以前小时候童年没有过好。我没找到那个头头是要对哪里的。Give it to me.还不来呀，我的天哪，我都打了两发了，突然间不想玩了。来了来了，他来了，坐这儿吧，要不你们老板不用谢谢谢谢谢。怎么刚坐下来你就直接拿货了？你看看你挂不的，你的一样的不灵不灵的，我的东西你看没有，我跑什么没有？不是，你先等我讲，我跑这么大老远，你就给我看这种货、啊？看随便你看，那个屋里看，随便看。你关哪一个？你自己挑。你一滴啊，发过来，昨天晚上到的，他那屋里满满的。我先一个一个看。一个一个看，这里还有三颗黄翡的。我去，还有阿丁，先、嗯、这个买你，买你有没有多多？只要货好，钱都不是问题，好吧？干好料子是吧？哎呀，你不喜欢的没事，我的料子好都有。没有，不是说不喜欢，其实我想要收个好一点的。一丢丢一丢丢，你看看那屋里，你看，我去，再好一点的，不用打灯，不用打灯。妹妹，有没有大的？啊？没有大的，小的或大的，大的或小的。有。我约你们过来，请你们喝。喝冷饮，你们就给我看这种货呀？还有没有啦？有，还有。哎呀，诚心一点嘛！大客人都有，免了。感觉这个是好货，很少很少的这种药。还藏着，好东西藏着是吧？你看好不好看一下？哦，这个是一个蓝水料啊，镶嵌好的呀，这个。蓝绿呀、啊，不是蓝水，真正这个是老蓝绿。这个有一点点那种偏绿感的一个，但是的话呢，它这个料子的话，这个小蛋面的话，它是属于那种蓝水的，很漂亮，这个镶嵌好的。哇哦，这一套的呀！毛利沙，这个毛利沙料子。哦，这个蛋面。不是这个太大气了，你说这种东西你带上去，你带去哪里？女王戒指，像那种公共场合啊，或者说比较重要的那种出席的时候，我就会带这种。我的天啊，太漂亮了，这个太大气了，一看就是普通的。没有什么纹理的。不过像这么大的单面啊，我还是觉得我压不住它，能不能拍出它这个效果？其实实物的话还是蛮好看的，不过这个价格我有点点不敢问。我已经能感觉得出来它这个价格了。虽然说你们不要看它这么普通的，就拿个白纸包的过来给我啊，我先给你一个价吧，我先给你一个我的心理价位。你刚到多少？你不要打我哈，那个不用打，来保护一下我吗？你保我很安全。那个8000万你看行不行？做了那么多年生意了，因为现在搞货都很少了，我知道，一般都拿不到了。像这样搞货，大倒是很大气，这个，大，就是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小偏，就是有点偏蓝绿的那种感觉哈，就老蓝水的那种感觉。当然现在老蓝水的话相对来说在翡翠界里面的话，特别是蛋面级别它还是比较少的，就是他们配的这个包装啊就有点太 low 了。基本的东西要抱那边拿过来的话不安全啊，你不知道吗？知道这样放过来这样不安全。外国人也懂，才不外露。它的厚度的话，我能感觉到是在一个卡十左右啊，十到十一裸蛋的一个厚度。这十左右的一个厚度的话，我们还能看得到我的一个通透。你看手指看到没有？那这两颗相对来说的话呢，这颗戒指它的干净程度要更好一点。
啊，这个稍稍有一点点棉，但是我们刚刚给他的那个价格的话也还能接受啊，但是估计他也不会买。我给你加一点金钱嘛。嗯，多少？9900万。不可能的，美女，你刚才说的我也已经明白了。我考虑一下吧。我拿到那个自然光。不要催我。我拿到自然光看一下，等我一下。这个房间就能，啊，有点接近了。你看，它蛋面是非常非常饱满的哦，很大哦，它不是说那种小家子气的那种感觉。然后你们能可以拿双双的手这种去对比哈。而且它是有荧光的，它要6亿，6亿让到3亿，那现在我给他9900万，他还不买，他想要多少钱？嗯，因为如果说1亿5000万我能收下来的话，那2亿，市场上还能走得开。不对，就是1亿8000万这个样子，市场上的话，会比较好走开一点。那要不这样吧？哎，你坐，一口价，1亿。如果说你要是能卖的话，那。今天这两颗我就把你收走。你说我们都是同行是吧？我们自己走，我们也要有一点点利润。如果说没有利润的话，就没有收它的必要了。1亿5000万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不算5000万这个呀？就1亿。你加不加？不加。不加就可以了。哪里？菲利普，一定。好突然呢。那么我就收下了，然后。款呢？今天我能给你一半，因为去那个提前的话，他要提前预约。好。可以，你放心，有老板，公司那么大。好，行，一会儿你带他过来公司拿。好的好的，等一下就我们过来公司拿嘛，拜拜。好的。好，拜拜了。拜拜。我的心理价位是1亿5000万，那结果呢？1亿搜下来，那谁不开心啊？